救死了。怎么了？别说话。又怎么了？这是妈，别说话。不是你磨蹭什么呀？是不是气出什么毛病来了？他吐的都脱水了，你得赶紧带他上医院输液去。不用去医院了。妈，甜蜜怀孕了。怎么样？没错，的确是喜脉。古书上说呀，凡妇人怀孕者，包宫内时血流气聚，故脉壁滑数倍长，脉滑如珠走盘。甜蜜的确是喜脉。哎，哈哈，好。哎呀，我这命全好了。我真是要当姥姥了。没错，妈。脉指南上说呀，关上一动一指一月，二动二指二月，甜蜜的脉搏呢是二动二指，这也就是说呀，他早孕两个月。你们这准吗？你俩结婚还不到两个月呢。怪不得你俩要着急结婚哈、啊。哎呦，瞧您说的，我们没乱来嘛。这也许是我把脉有误吧。哎，你管他激动呢。喜事啊啊，天大的喜事啊。对对对，甜蜜这叫坐床喜、没准就是结婚当天怀上的。哎，你赶紧好了啊，赶紧站起来帮我抱外孙子。好。哎呀，我得站起来帮你抱外孙子。我妈要知道这事啊，那不定多高兴呢。太好了，这下咱们家所有的矛盾都不是矛盾了。这个孩子不能要，怎么回事？说什么呢？怎么不能要啊？我吃了一大把药，一大把的避孕药。我妈不都说了吗？那都是维生素。什么维生素啊？什么感冒药？什么退烧药？什么抗生素？一臭一个药，我全都吃了。你说我万一生个畸形儿怎么办？那，对呀，哎，白夏，这怎么办呀？现在万一就一个孩子，现在万一这孩子不好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啊这个问题啊？我就知道，这仇恨的土地孕育不出爱的种子，我要流产，我坚决流产。哎，你别冲动，咱们再查查水，咱们再别这样，不用查了，没有用的，这个孩子真的不能要，做掉。哎呀，甜蜜，你别说，不回来，你等一会儿。这个孩子真的不能要，做掉。我要去医院。哎，甜蜜，你先，你别急好不好？咱们上医院检查完了再说，行吗？还检查什么呀？我知道早孕就是长脑子、长五官，要生个缺胳膊少腿的畸形儿，你们谁养？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妈，你怎么办呀？这个孩子真的不能要，把他做掉。你不用胡说，甜蜜啊，你有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听我说嘛，昨天晚上我担心了一夜，我刚一迷糊就梦见了一条大鲤鱼，你看还真灵了，我快要当奶奶了。甜蜜，原谅妈啊，妈不会说话，这孩子咱一定要留住，咱生个大方向，我多好啊。妈，这个孩子真的不能要，我吃了那么多避孕药都是对孩子不好的，万一生个残疾咱们怎么办啊？我向你保证，别担心啊，这孩子绝对没事儿，咱夺不着孩子啊。你能保证什么呀？这事儿得尊重科学，优生优育，你懂吗？甜蜜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得听妈的，谁的话都不用听。谁要想害我孙子，我跟他没完。这孩子要不要，我说的算。这什么这？妈，这个孩子不能要。我吃了那么多的避孕药，这什么样的孩子也得给毒死啊。甜蜜啊，你千万别担心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吃的那些都是，都是好东西，你可千万不能做什么丁克啊。
那是克我，克咱们全家，克咱们老总监香火呢。你说什么克不克的在这儿啊？你说这些有用吗？本来怀孕是多好的一件事儿，现在让你闹的孩子都不一定能保住。你也有闺女，能不能将心比心？你把田明害成这样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他身体要是垮了，不是绝你自己家的后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啊，也绝你们家的后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被你们家害惨了。我这儿子啊，家也不要了，娘也不管了，现在又害我孙子，没门儿。这孩子是我们老董家的，他姓董。那也得靠我们姓田的人给撑出来。你就少说两句吧，我们家都让你折腾成这样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田明，走。卖相，卖相，你给我站住！董卖相，今天你就当着你岳父岳母面啊，给我表个态，你跟他们说。好，卖相，你说，来来来，说说，你是个男人，我看你怎么兑现这个军令状。来，你跟你妈说，现在就说，说什么军令状？保护老婆，摆平老娘。你给我放屁呢！你放屁，他是这么说的。哎，卖相。你不是想当那个小金光状啊？啊，我看看你怎么钻着你妈心。来来来，现在就钻，往这钻。我这儿子，我最了解了，全都是你们逼的。白霞，今天你给我发个誓，表个态。以前我当家做主，现在还是我当家做主。这孩子生下来，他姓董，给我抱着，谁也不想抢。哼，做主个屁！你算是个干什么的？是。现在甜蜜是你媳妇儿，可能永远是我闺女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孩子这回万幸生下来，我也绝对不可能让你素质这么低的小市民带。谁是小市民？你啊，你才是小市民呢！你看你那样，我告诉你，你把甜蜜当保姆使唤，你不但要害我们两口子，你还害我们孩子。现在连我们孩子下一代你都得害呀！你我怎么害了？张华，当初是不是你诅咒我孙子的啊？你说我孙子生下没屁眼的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别咒了，你咒来咒去，你全咒到自己头上，你知不知道？妈，这都是一家人，说话别那么难听，行不行啊？滚一边去！谁跟他们一家人？对对，谁跟你一家人呢？谁跟你一家人呢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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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都走，别在我们家待着，走！甜蜜，赶紧把这俩人给我请出去！别别别，走走走走，甜蜜。甜蜜，甜蜜啊，甜蜜呢？甜蜜上哪儿去了啊？甜蜜呢？这大门开着，甜蜜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啊，手机还在这儿呢，你赶紧找找，快找去啊，快去啊！哎呀，完了，一定是去医院了。我的孙子，我这大孙子呀，就是你们两个逼的。你看回来咱们孙子。哎，老张。甜蜜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保护好你，也没有保护住咱们的孩子，我不配做丈夫，我不配做父亲，我对不起。完了完了，我这大孙子算是没了。你说你啊，你干嘛流产呢？你吃的不是避孕药，那都是维生素，是我给换的。妈，你没事换药干什么呀？我为了要孙子吧。啊，他整天吃那避孕药，我看了就气，我把他换上维生素了，一点毒都没有，全是营养品。这大孙子没了，心疼死我了。你现在知道心疼了，那你让我们甜蜜怎么办？他吃了那么些感冒药、消炎药，万一生个孩子是畸形，你负责呀。
什么畸形啊啊！那不是消炎药、感冒药，那全是维生素，那是好东西，营养品。妈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一个活生生的、健康的小生命就这么没了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怎么不早说你？你不让我说吗？啊，你让我说吗？现在指责我了，一进了田家的门，乱得跟马蜂窝似的，有我说话的份儿吗？这孙子没了，最心疼的人是我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妈，你心里那一刀，现在不仅砍伤你自己，还砍伤别人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啊，你就乱砍吧，现在好了吧？你，这是陈秘的家属。我的爱人，有事吗？陈秘刚做完流产手术，他的创伤挺大的，希望回家好好调养调养。创伤大是怎么回事？他做的是两个胚胎。冠上移动移植医院二动脉植入，甜蜜的脉搏是二动脉植。她不是怀孕两个月了？我怎么早没想到？甜蜜怀的是双胞胎。